我问一下，今天是冯家专门为你饯行啊，你要喝尽兴啊，好不来开门。你们今天少喝酒，多吃点菜。这些菜都是我在北平上学时候学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合你们的胃口。文强，这是托你的福啊，我能吃上女儿亲自做的菜呢啊。冯先生，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，这杯酒我敬你。好。英雄岂能无酒啊，啊，好酒。晚上晚上。哎呀，好好好，我冯敬饶啊，风风雨雨大半辈子，遇上你这么一个有志气的朋友啊，也算是我们有缘分呐！啊，干！慢，冯先生，我跟阿丽还有些生意上的交代，我们少赔了，你们都吃好啊。文强，去广州那边有什么打算呢？那边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？是有一个同学在那边的报馆工作，我想去那边找一间学校教教书，或者做一点小本生意，具体还没有什么打算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去下厨房。阿林，你说你，你今晚喝那么些干什么？就心里边难受。你难受，冯先生心里不难受啊？你这不是给老爷添堵吗？没出息！不是相夫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强哥他非得就要走？冯先生他这么器重你，你的心里头就一个强哥，就没别的什么正事了，是不是？相夫有正事，我一定给冯先生好好办事儿。阿林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，今天晚上你好好给我休息，明天咱就把丽都收回来，你带人去办啊，明天一早我就把这个人枪都给你准备好了，这可是你办的第一件大事，多大分量你心里掂量掂量。强叔，我早就憋着等到这一天了，我一定把这狗日的给收拾了。走吧。哎，强叔，我马上也召集兄弟。强啊，非要去广州不成啊？我看没有必要非要去广州，上海滩这么大，容不下你啊。我想换个环境。哎，我跟你直说了，我想劝劝你啊，留在上海吧。啊，你不愿意给我做事情吗？我不勉强你。啊，我明白你想做一点自己的事情，做一点自己的生意，可以吗？你可以从美华那里支出一些大洋，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自己的生意，赚钱了你把钱再还给美华，不赚钱美华也不会跟着你屁股后头逼债。
冯先生，您的意思我明白，谢谢您对文强的抬爱，但是我已经决定要走了。不过在临走之前，我确实想跟你说几句话。好啊，直言无妨。我知道在上海滩这个地方没有您得不到的东西，也没有您做不到的事情。我很羡慕你，你还有一个美丽又可爱的女儿，但是在这一切荣耀的背后，你也会有感到孤独的时候，因为你没有安全感。作为您的女儿，程程不能享受一个普通女孩子应该有的快乐，她整天被你关在你亲手制作的金丝笼子里面，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危险会降临到头上。当您在计划杀人的时候，他却在教堂为您祈祷，你不觉得这样太残忍了吗？我之所以选择离开，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家人也变成这样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20年前啊，他母亲去世以后，我就一直在他的母亲面前发誓啊，以后不让程程再受苦，不让程程再有风险危险，我一定要让我的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啊。可眼下我连他喜欢的一个男人我都留不下，我算什么父亲啊？冯先生，我承认我喜欢程程，可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更要离开。我去教一教他们。冯先生今天多喝了几杯，身体有点不大舒服。没关系。阿丽呢？啊，阿丽今天也喝多了，她跟我说她先回去了。小叔，那你也回去吧。啊，我说你也真是的，那么想不开，冯先生那么器重你，你跟着冯先生干，那真是要风得风，要雨有雨。阿强啊，那将来的前途是无限的，可你呢，即便你什么都不做，那冯先生这么大的产业也养活得起你啊。我明白，小叔。你们年轻人呐，就是想法多。行了，今后有空回上海来，别忘了来看看大家啊。一定的，告辞了。保重。你也保重。
谢谢。那明天我可以去送。强哥，你们跟了我这么久，也没过几天好日子，我要走了，没什么能留给兄弟们的。这些钱，那就走了吧。强哥，你别走了，强哥，强哥，先生，您的馄饨。那个，吃点馄饨。来，那个。咱陪着那个喝点。来，那个，那个。告诉你们啊。人手要够，家伙要带齐，要有冲锋枪，人手家伙齐备之后，我先过目，我过目强哥，我过目就行了。再跟你说啊，打丽都的时候，谁他妈要跟我装怂？把丁力可不客气回来，来，干，兄弟，走，来，干，干，走了。许文强，你要到广州去，你不和我打丽都，我一个人打。对。我一个人打，一个人打，一个人打。你许文强，你不仗义，你回广州走，走，我一个人打。你给老子出来！哎，叫什么叫？都几点了？看个表。我一枪我打你，你扔下我一个人，你为什么扔下我一个人？拿你当我哥，把我最亲最好的哥，没有你就没我丁力。今天，你别在屋里边躲着，给我出来！出来跟我说清楚，许文强，给我说清楚，许文强。说吧，我听着。强哥，我就问你，你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。你们这个文化人就是喜欢把事情复杂化。
那你走了，我一个人在上海滩，我就算得到荣华富贵又有什么意思？咱俩说好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干嘛又变卦呀？啊？是，我是答应过你。阿莲，说实话，我很舍不得你。我知道我们现在活得挺好，有好东西吃，有好衣服穿，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。可我们是怎么得来的？我们现在每天不是躲躲藏藏，就是打打杀杀，很多很多人因为我们而死。我受不了，我宁可不要。阿丽，对不起。你要拿我丁力是你兄弟，你就留在上海滩。我脑子笨，可我就这么想。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，强哥。我知道，我就说出什么来，我也留不住你。但我知道，是兄弟就在一块生，就在一块死。好吃的一起吃，有苦一起受，那你说不明白。走了，你好好想想啊。阿丽，阿丽，强哥，我知道你肯定过来扶我，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。强哥，我那天在江边是乱讲的，有你在我当不了老大，你留下来，你当刘备，当宋江，我给你当关云长，当林冲，你当老大，我当老二，我替你冲锋陷阵，帮你杀人。你小子给我听着，从今往后，我到万不得已，不许杀人。强哥，我知道你看不起冯敬瑶，但那天的情形你看着吧，如果冯敬瑶不出面，我们两个就会被乱刀剁死，死的还他妈不如一条狗。我丁力现在是冯敬瑶的一个木偶，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但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甘心当一个木偶，有一天我丁力当那个提线的。但现在叫我是木偶是好听的，我说白了，我他妈就是他一条狗，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。我怕你做习惯会忘记怎么做人。
我当时留下这个房子是有一些想法的，现在看起来挺幼稚的，有一些东西我跟宝贝似的供着，可别人却不一定。人的变化可真大。你在报复我吗？到了，哦，给你钱，谢谢。强哥，力哥让我来告诉你，他不能来送你了。怎么了？他带兄弟们去打丽都了。
丁力来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呢？放心，我让他有来无回。哎，老大，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 Go!
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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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出来呀！出来呀！我金大柱，上路有你丁力和徐文强陪的，我够了！我上路有你丁力和徐文强陪的，我赚了！冯先生，冯先生，我可以为你做事。好啊，但我还是会坚持我的原则。帮派之间的恩怨，我绝不参与。我只做正经生意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冯家自己人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兄弟联手，在上海滩打出一片新天地。强哥，你是为我才留下来给冯先生做事的吧？哈哈。你同意留下了，同意留下为我爸爸做事了。你好像并不情愿。情愿，我要留下来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你不要担心，我爸爸很讲信用的，他答应过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，不会反悔的。看好了，
前来捧场，以后还望各路兄弟多多关照。现在我宣布，新立都重当大喜。这个许文强好像从来不会笑啊，一脸的挺高样。今日筹码全部奉送，赢了越来越琢磨不透，算大家运气好，输了算我们兄弟的。有一个叫您头疼的人来了，希望大家发财发财。各位请。杜邦走了，金胖子也死了，您说这老九他还蹦跶什么？一会儿我要会会他。李不强，强哥，强哥，冯先生答应以后金大中的地盘交给咱们来管理，这以后的日子可是越过越好啊。能多赚钱当然是好，但是我希望你赚到钱以后多做一些善事。嗯，林老板。哟，林老板，林老板。许先生，丁先生，恭喜恭喜了。林老大，同喜同喜啊。许先生来上海才几个月，就这么大的排场，可是不得了啊！看样子用不了一年两年，许先生和丁先生就可以跟冯先生平起平坐了。林老大，咱们和你们斧头帮从来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刚才这话可有点意思。许文强初来乍到，只不过是想混口饭吃。能立得住脚就已经不错了，哪里还敢有什么想法？倒是斧头帮老大想和冯先生平起平坐，已经不是上海滩的什么秘密。不过我相信斧头帮运气好，应该不会和丽都的前任主子一样。九叔，九叔，九叔，哎，九叔。哦，九叔，九叔啊，您来了。金大中是个好赌之徒，但久赌不服。你们兄弟二人在这里重新开张，不觉得这里阴风刺骨、寒气逼人吗？九叔。在这儿讲话可得小心点哈。谢谢九叔的提醒。您在巡捕房做了这么多年，手底下人命无数，你还天天在上海滩巡视，就不觉得阴风刺骨吗？要不是冯静瑶，就你们俩。行了行了，跟个小厮啊计较什么呀？人家怎么不就是人家的两条看家狗吗？阿丽，他们是诚心找麻烦的，你不要真上他们的圈套。妈的，换个地方老子一枪崩了你。你如果想继续跟我做事，就不要动不动就拔枪。强哥，我知道你说这话是为我好，但是我们出身不一样，
你没受过穷，我知道穷人怎么过日子。这个世界在我看来，就一条，用枪说话。动不动就用枪说话，只能做别人的打手。就像刚才老九说的，会被别人看作是看家狗。你不是佩服冯静瑶吗？你看冯静瑶什么时候动过枪？强哥，冯先生也是从动枪开始的。强哥，怎么，刚才你这话你也佩服冯先生？妈，有好事怎么也不叫我啊？害得我自己来。冯先生到。冯先生好。冯先生好。冯先生，冯小姐。冯先生。爸，我想去玩一会儿。文强，韩丽，冯先生陪我玩。好。这是什么？轮盘。好玩吗？想玩吗？怎么玩啊？去拿点筹码。是。韩丽，你知道我为什么重用你啊？我是强哥的兄弟，冯先生又很欣赏强哥。就是我的亲儿子，如果是个草包，我也不会用的。我喜欢你啊，就是喜欢你做事那个认真劲儿，那个投入劲儿。这个让我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。我知道冯先生在年轻的时候还在十六铺码头扛过包。冯先生，对不起，冯先生。我喜欢阿里直言快语，就这样，日后有什么就说什么。是。哎呀，当年和我一起扛包的那些苦力们，也不知道剩下几个了，也不知道现在都在干些什么。我能混到今天呢，你说靠的是什么？因为冯先生运气好，命好。我问你，穷人最缺什么？穷人为了填饱肚子，当然最缺钱了，缺钱。我刚出道的时候，我的师父也问我同样的一个问题，你猜我是怎么回答的？冯先生，丁力不敢乱猜了，还望冯先生指教。两个字，野心。野心？野心。穷人最缺的就是成为人上人的野心。这个世道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弱肉强食，嫌贫爱富，没什么道理可讲，道理都是强权者定的。老天安排你是个穷人，你如果认命，你就会穷一辈子，一辈子让有钱人踩在脚下，耍你戏弄。你不认命，那就得靠你自己。我喜欢你的，就是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，有野心。冯先生，我丁力就算是有野心，我这个野心永远也不会超过冯先生。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嗯，自古英雄不问出处。不要小瞧自己，
只要你这样认真地做下去，早晚有一天，你想要的东西都会属于你。冯先生，享受，来。哎呀，赢了赢了，文强，我们又赢了，厉害厉害，真厉害！哎呀，冯先生，幸会幸会！哎呀，老酒也肯赏光啊，好心情，好心情。冯先生，这丽都，我经历过他的三朝元老。每一代开张我都给他剪过彩，也看着他们一个个的关门。不瞒您说，我对这儿很有感觉，所以这重章的第一天我是一定会来的。万事万物总是有起有伏，听老九这个话音好像是有点伤感啊，阿丽，是不是？九叔话的意思有点兔死狐悲啊。哎呀，老九，小子本说话嘴上没把门的，你净胡说八道，让我惯坏了。来，老九。我陪你玩来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在这歇会儿吧。好啊。去帮冯小姐换一下。是。你知道吗？你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好看，所以你平时应该多笑一点。你笑的时候，特别像一个好莱坞的明星，韦恩。别跟我开玩笑。真的，没有人这么说过吗？你再开我的玩笑，我可就走了。爸爸说你不太爱开赌场，为什么呀？不太适合我吧。你是担心自己会上瘾吗？也许是。像你意志那么坚定的人都会上瘾。谁告诉你我意志力坚定了？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孩，也是最谦虚的。老九啊，我虽不大爱赌啊，但是久读必输，不赌为赢的道理我是懂的。金胖子算是个豪赌之徒吧。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呀，如果他晚走几天，现在他会干什么呀？冯先生说的有道理啊。其实我早就劝过金胖子，让他早点卖掉丽都，回家去养鱼。可他不听我的。老九也爱养鱼。不，我爱钓鱼。不瞒你说，我买了好几根美国鱼竿，打算退休以后，好好的去玩一玩，乐一乐，去钓钓鱼，颐享天年。冯先生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不妨相约一定。哎呀，冯先生，恐怕您输了。
冯先生，老九这数。你来了。本来想早点过来的，今天晚上睡得太晚了，不生气吗？怎么会呢？冯小姐也在这里啊？我以为方小姐不爱凑热闹，到底还是来了。其实我是真的不喜欢凑热闹，这一点文强也知道。不过我想，今天我应该破一次例。进去转转吧。好，冯小姐，我先过去。阿丽，刚才你好像有话要说。冯先生，金大中已经完蛋了，像九叔这样的老狐狸咱们为什么还留着？上海滩有多少人想让老九死，就有多少人不想让我活。冯先生，我不懂您的意思。我认为要想活得好，就先把这些挡道的除掉。他不光挡了我的道，同时他也挡了别人的道，留着他就是为了一个平衡。平衡？这个事情你不要多想。阿强懂这个道理，你多问问他。是。冯先生，我说我的野心肯定不会超过冯先生，我不认命也不行。这句话说住我了。阿香，这是今天上午刚拿到手的赌场经营许可证。多谢冯先生。这间办公室是我专门给你备下的，你看看合不合你的意。给我。冯先生，我做梦都没想到过站在这儿来看黄浦江。阿丽，你跟我来。坐下。是。坐稳了，哦。冯先生，这个位置应该强哥坐。我观察了很久，你们两个臭小子，你比阿强差不了哪里去。就是书读的少了一点，但是你坐在这儿我放心。丁力这小子现在杀气很重啊。男人呢，就是应该有这么点气质。我看丁力这个小子一点都不傻，他比许文强明白事理，懂得适者生存。我看他看得很清楚，如果这两个年轻人吊在一起啊，可以在上海滩做些事情。许文强一个人呢，成不了大器。您有点矛盾，您是看好许文强的，可又怕他成。我怕他成不了冯家的继续人。
是啊，读书人难为人下人，我看丁力倒是可以。所以啊，我更喜欢丁力这个傻小子。可丁力毕竟是一介武夫啊，况且小姐喜欢的。你知道我最欣赏许文强什么吗？许文强一个读书人，却重江湖义气。您最欣赏的就是他对丁力的这份兄弟情。他为了丁力可以去杀人，他喜欢程程却不死缠烂打。方艳云最近不太对劲儿，你怎么看这个女人？我可不敢说。想都想了，有什么不敢说的？是不是查一查的？查什么查？随他去吧。只是不要因为他让程程太伤心了。你上车吧。放开！哟，怎么着？装什么蠢？在上海还有几个敢跟我这样的？放手，放尊重点。哟，文强，真是能放手！在上海他还没有。给我等着！我好，你不看这什么地方？不好意思啊，诸位，这局算我的，继续。我不想玩了，我回家了。怎么回事？力哥，小别三闹场，老黄，我们家给他洗个澡。是。强哥，怎么回事？没事。方小姐，刚才那个瘪三儿，我吩咐手下扔到黄浦江里洗个澡，给你出个气。我能有什么事？怎么没看见程程？刚才还在呢。他刚走，回家了。方小姐，说句不该说的，你明明知道今天强哥会和程程在一起，怎么还来呢？我为什么不能来呢？文强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我的情人。你们兄弟俩的赌场今天开张，我不应该来捧场吗？应该应该，方小姐能来，那就是燕京四座呀，哈哈。你喜欢冯小姐对吧？冯小姐，这话不好乱讲的。瞧把你吓的！放心吧，我要说出去，对你们兄弟俩也没什么好处。况且，这种事情可能也只有我才能看出来。
程程是强哥的女人，我不会和强哥抢。话说回来，我也配不上冯小姐。哈哈。阿丽，其实我很羡慕你活得很纯粹，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不像我，对于我喜欢的东西不敢要，对于我不喜欢的东西我也放不掉。方小姐的后半段我没听懂，前半段说的不错，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也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。方小姐，我少陪了，照顾好方小姐。怎么了？不开心了？答应我，以后不许再理他了。他是我的老同学，又帮了我很多的忙，怎么能不理他呢？可是我会不高兴的。其实他人挺好的，你可以跟他交往试试看。我怎么没跟他交往过？他来我家次数还少吗？对不起，我有些急。先回家吧，你爸在等你呢。这个走了，那个还在等你。你帮我跟他说一声。强哥，你说冯静瑶为什么让我当丽都的老板？我已经跟他说过了，我不会染指任何的黑道势力。我到现在才发现，那些大人物走近了，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。阿丽，大家出来混，忠诚是很重要的。别人对你好，你就一定要对别人好。冯先生对我们不错，我们为他做事是应该的。但是有一点，你要记住，为他做事的时候，要动动脑筋，不要别人塞给你一把枪，你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扣扳机。在上海滩呢，只有强哥你和我妈拿我当傻子，我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扣动扳机。强哥，什么时候和程程结婚呢？别老说我，你呢？你什么时候给阿妈找个媳妇儿？我好办。你什么时候接，我就什么时候接。我就说，
马总探长，我的位子怎么有人坐了？道久啊，不客气，我给你换了个工作，你到接巡组去吧。接巡组什么意思？我被降职了？你不是想坐我这个位置吗？啊，到街上好好想想去吧。哪个王八蛋在背地整我？千万千万别告诉我说你是被冤枉的。你这个人呢，一向不安本分，谁不知道？好了，现在上班时间，工作去吧。文强，你也抓紧搬过去吧，啊？怎么，宋日好像有什么心思？能不能讲一些，我听了给我说说？冯先生，您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我这点小心思是瞒不过您的。俗话说，无功不受禄。两所影院，两座豪宅，这礼物太大了。大吗？大的还在后头，好好干啊。你担心什么呀？冯先生，我的性格你可能了解，我做人做事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您如果让我做一些……我讲话是讲信用的，你的工作我想这么安排，有一家我有股份但和任何帮派没有关系的公司，我想安排给你，具体事情办妥了我会告诉你。老马来电话了，这个老九啊，让他给降了职，巡街去了。嗯，你看，老马动作还蛮快哈。您会不会担心这个老九狗急跳墙啊？这是个卑鄙小人，流氓，从不讲江湖规矩。老马为什么不做掉他？上海滩呢？谁不知道老九最大的仇家是我呀？眼下我让老马做掉他，有些人呢就会借口省事儿。留着他呀，终究是个祸害。文强的工作怎么安排啊？文强，头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……自来水这个项目，名声固然好听，可他不赚钱呢。你别只看眼前利益，水谁离得开啊？水什么人也离不开，抓住水就等于抓住了民心。华东选举还有几个月，我看啊，靠任何人也靠不住，还是自己靠自己。文强倒是对这个项目会感兴趣的。救国救民的善事，文强啊，我想一定会尽力去做好的。不过我倒是有点担心呢，咱们的军火生意啊都在建中，他到建中会不会有点不大方便？没有什么吧，没有什么不方便。
今天这个会规格挺高嘛。是啊，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啊？总经理被调走了，公司可能要出事啊。不要乱讲啊，听说是要降薪的。哎呀，这要搞咱们这个公司会乱套的呀。是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王先生好。王先生好。就是啊，是怎么了？是不是？什么？哎呀，一百件事情，一会儿的事说。王先生，王先生好。说。诸位，我代表冯先生宣布一件事情：建中大厦新的总经理由许文强先生担任。许文强先生是北平名牌大学的毕业生，年轻有为，办事干练，是冯先生看好的俊才，希望大家配合徐总经理的工作。喂，许经理在吗？我是许文强，你哪位？猜猜我是谁呀？别闹了。喂，才当了半天总经理就有派头了？早知道就不让我爸给你安排了，不然当个小秘书好了，成天围着老板转。大小姐，别在公司玩电话了，快点进来行吗？这个问题可以暂时考虑考虑。有人进来了，我先挂了。喂，许经理找我有事吗？麻烦你把上半年的工作表给我一份，我想看一下。只有一份，我交给董事会了，你到那边去拿吧。那就麻烦您请文员再抄一份给我，我刚刚过来想看一眼。我说过了，只有一份，你还有事吗？如果没事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那边还有一份合同等着我签呢。好，冯小姐好。他怎么在你办公室啊？我刚还想说你的办公室好威风，好气派的。竟然碰上他了，你跟他熟吗？这人很古板的，不定到时候在我爸面前怎么说我坏话呢。不行，不能让他恶人先告状，必须我先去讲。那谁是恶人？谁先告状？当然他是恶人了。强哥。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去阿妈家。我有车。小叔给你换了一辆，还挺漂亮的。过几天我就开车来接你了。你们去哪儿啊？我和你们一块儿去。走吧，小哥。这腌咸菜缸也拿着，哎呦，你行了吧，妈？这破席子拿着干嘛？还围着围裙？哎呦，到哪儿不得过日子啊？给你买那么多好衣服，怎么不穿呢？那什么都有，你这辈子都没见过。我呀，给您找了四个老妈子伺候你妈。阿丽呀，这阵子我们是挺好，可是过一阵子，不知道又给谁追得满处的跑。
要什么没什么，没吃没喝的，饿死你哦！呸呸呸！真晦气，妈，咱这是搬家呢，您说点吉利话好不好？这辈子都是受苦的命。这外边怎么回事？乱哄哄的。力哥，力哥，赶快出来看看吧！